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Vivi。今天呢，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是怎么样可以不要变成黄脸婆。你有黄脸婆的征兆吗？第一个，你还在乎你的体重吗？第二个，你是不是很久没有逛街了？第三个，你还相信你老公吗？不会变心？第四个是，你的化妆品、保养品是不是过期了？第五个，你穿的都很舒服，对不对？如果有的话，今天的节目你一定要看。等一下，我来介绍一下，我常出差的时候，十分钟最简单的化妆。今天素颜哦，我请来专业的彩妆造型师黄琼儒老师来拯救我，不要当黄脸婆。欢迎黄琼儒老师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琼儒老师。今天来教你们的是上猫猫妈妈去买菜送小孩的时候化的妆。对，然后上班族如何让自己好气色的妆。还有就是 party 的正式。是妆容，对，我们今天会教这三种，那个三种妆容，对，然后还有还会教我们正式那个该怎么保养，如何保养，基础保养。如果呢你没有保养好的话呢，你就会变黄脸婆。Hello， 今天呢教了好多的化妆技巧哦，现在已经完妆的状态了，超美的呢，绝对不像黄脸婆，这样子绝对不像黄脸婆。我们要谢谢那个专业的彩妆造型师黄琼儒老师。Hello， 今天他的妙手真的是改造，让我们都不像黄脸婆，不错。那么大家要订阅快乐星球哦，要看我们的频道还有影片。这一次呢，可是介绍了很多的技巧跟撇步，老师都没有藏私哦，不错，要订阅哦。要看节目，要看频道哦，里面教了很多撇步哦。OK， 拜拜。